跟宪哥。那宪哥当时有没有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？他怎么讲？他怎么说？这个人这哇，模仿，模仿，哎，等等，抓到，抓到，不像啊，要模仿，要模仿就算了。有一个我觉得我看过最好看的模仿，对，你模仿太好看了，东北模仿。成为名到底躲在哪里？十字路口，我们欢迎吴宗宪、康康、NoNo。十字路口游戏规则顾名思义，就是以文字交融的方式把十一个十字路口大学比较像。对，打啦，处理处理。好好好，下去。那些年我刚出道，靠这一招闯荡江湖，挑战开始。请问第一题，请问康康哥，当年你用哪一招进入演艺圈？对啊，一招嘛，对啊，模仿谁？模仿1997年的时候，我因为参加大鹏英雄会拿冠军，哦，抓，走这边有模仿吗？他模仿黄登辉，抓了抓了，处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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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到到到，当事人模仿才有，好不好？不能说他模仿黄登辉，这样不算，也不算。没有，那你模仿露露啊？啊，下去，下去，没啦，他没有抓，他没有模仿，他是黄登辉模仿我，对啦。哦，然后他每次都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”这样，有了有了，有了，模仿黄登辉，模仿康康。因为你这段模仿出手略松哦，我们有在看，难道要喷出来啊？要喷啊？那样污吗？对，因为你刚刚你刚刚是模仿黄登辉，模仿你刚刚大家好，我是我。处理，阿良，要打到喷起来。你照办，你好容易模仿，哎，会忍不住。忍不住啊！好险你抢在我前面哦，差一点就模仿，差一点就换我嘛。后来好容易哦，我是模仿林峰跟麒麟，然后后来我就去表演模仿。刚刚表演什么？表演什么？模仿林峰跟麒麟。然后嘞，后来就遇到有一个记者觉得我长得很像吴宗宪，他就把我带去天天乐翻天，长得给宪哥说，他说宪哥这个人跟你长得很像，宪哥一看把那个记者赶出摄影棚，真的假的？他走心是那么没风度人，你记得吧？那个记者现在应该炒应该炒，耿轩还在哦，轩妹，对对对，我就跟宪哥，那宪哥当时有没有？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？他怎么讲？这个人这哇，模仿，来人，抓到，抓到，不像啊，要模仿，要模仿就算了。但是刚刚康哥有提到一个，他说那个模仿那个林峰嘛，有一个我觉得我看过最好看的模仿，对，你模仿太好看了，我没有啊，我不要，处理，我是示范呢，我是说东北有三宝，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，那天你也讲一下。哦，其实我完全不会模仿。哎，不会吧？好好聊天。我觉得模仿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才艺啊！一开始真的是因为看了很多前辈的模仿，启蒙了我们。比方说，郭哥当时有一个模仿李涛哦，怎么模仿？是，真的是不是？不关你的事啊！刚才他抓起来干什么？起来啦！你把他讲完嘛？又不关你的事。对，要是。不是。
我觉得既然你都已经模仿，你模仿一下好了，你把它讲完，你把它讲完，对啊，你刚刚有没有要干嘛？这一趴不惩罚你，哦，不惩罚，对对的，我们看一下。是，欢迎收看100淘新闻，我是李涛，是我们第一通电话，欢迎民众口音机来跟我们讨论，是。是移动电话，行动电话，是行动电话，对，行动电话，还要开震动，可以模仿人声，不能模仿手机的。我们刚刚是叫你模仿郭涛，哎，不能模仿手机，对对对对，模仿手机呀，不是不是，要讲分得很细，可以模仿，好严格哦，是可以模仿，就是说可以模仿，我是说那只有那个字。对，是这样 OK， 是这样可以，后面就不能再模仿了，okay， 多了多了。我来模仿一个没有在电视上模仿，好，来了来了，豁免豁免，宁愿被打也没关系。哦，真的，真的吗？那个少熙啊，哦，少熙，他模仿张晨光啊，张晨光可以吗？这么新的，嗯，张晨光，你要叫我晨光，晨光，晨光。少熙啊，张晨光就是这样哦，对啊，哦对对，他的节奏，他的表演的节奏，一般你要康康就好了，对，晨光，晨光，他自己的 slow motion 会看，哎，对，很有，哎，这个很细微，有像有像有有有有有像了吗？有确定有像？没有，完全没有讲话，没有豁免，只有用肢体语言，这个是最高境界。也有哎，有他现在在那个中国大陆卖红酒。哦，听说哎，一个钟头卖了4000-5000万人民币，做直播吗？然后我这一趟我要去跟他去跟光哥啊，还有那个郝邵文。哦，郝邵文也现在也很厉害。你能想象吗？陈亦儒有没有？飞龙海，飞龙海，我传前团员的那个飞龙海陈。对，吴尊，对对对对对，他偷人家飞轮海，他偷人家，现在是在模仿吴尊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带走，你前团员，前团员，前团员就是用力打，哦，对了。看了很多这个陈亦儒，陈亦儒，台湾的艺人呐、啊，后来在台湾艺能界反而没什么发展，所以到那边呢做直播带货反而厉害了，易如反掌，哇塞，那个郝邵文才过分呢，他大概播一档啊，一个钟头做1亿多人民币，哇，那他是也分散给很多，因为人口很多，然后现在也有人要找我要过去，他说我从小看你跟那个吴宗宪的十字路口，哎呦，十字路口。我小时候那样，十字路口是啊，吃老本啊，对啊，而且十字路口什么演唱会嘛，哎，气死我了！突然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这个是在模仿谁？没嘛，赵哥，赵哥，赵哥来过，好像曹希平哦，曹大哥，曹大哥，我八卦，我几年几年？我们今天的故事讲得完吗？跟曹希平不像，他比较像。他不像，他像不像？是十字路口那个破口配音员。哎，等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好像在混乱中有听到一点那个声音。嘿呀，欢迎收看十字路口。嘿呀，到底能不能看看能不能够顺利的拿到奖金呢？欢迎你，欢迎。我们请一段广告，看看陈威明到底躲在哪里。欢迎你，就在十字路口，我们欢迎吴宗宪，看看能不能。十字路口游戏规则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以文字交融的方式，把11个什么关好先完成，文字先完成。大天比较像，对，打了，处理处理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好豁免豁免豁免。